講咧，喺幾個月之前咧，喺廣東花山紅雲村有一個劉麗玲女士，佢咧啱啱生咗個BB，但係咧佢不幸，佢個BB生出嚟咧就俾醫院查出患咗腦膜炎。善心姊妹團通過微信得知咗呢個消息之後，委託咗大陸嘅朋友去到呢個小朋友。 佢所在嘅醫院去求證咗之後咧，自發症自發嘅捐出$3,050，並且由專人送到呢位媽媽嘅手上，幫助佢哋渡過咗最困難嘅時候。唔係，應該係3,705啊！三千七百零五蚊。冇錯，三千七百零五蚊。唔好意思。所以你話咧？ 如果有困難咧，係從遠方從巴拿馬寄來嘅呢個$3,705，我諗呢個人生係充滿希望、充滿愛噶。冇錯冇錯，每個人都有一顆感恩嘅心，只要懂得感恩，先會明白同埋關心我哋身邊有需要嘅人，並且伸出個援手幫助佢哋。 OK， 頭先我哋欣賞咗咁靚嘅舞蹈咧，咁現在我哋有請一位8歲嘅小妹妹范曉欣為我哋唱一首《感恩的心》，將呢首《感恩嘅心》獻俾在座所有懂得感恩嘅人，掌聲有請。掌聲喺邊度啊？我哋嘅范偉欣小妹妹。係啦，係啦。
用嘅，係咪應該掌聲再次送俾？係啊係啊，小妹妹，再次俾啲掌聲小妹妹啦！啊，其實咧，今日妹妹好有心咧，除咗唱呢首歌之外咧，話會同佢弟弟唱一首叫咩啊？紅哥，老鼠愛大米。係啊！掌聲！而家兩姊妹一齊唱啊！OK， 唔該，頭先有部車咧，抹得黑色嘅係車牌係。